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呢，库藏股的问题了哈。好，我买进来300股，我再发行出去50股。好，那剩下来呢？哈，200还剩下250股啊。好，那我可以再卖呀、啊。好，因为你买回库藏股，就会有两个结果。一个呢，就是把它再发行出去；另外一个呢，就是把它注销掉。好，所以我们这个例子呢，我们都会把它讲完整。我把它买回来之后，我要再发行，但是再发行我比较多的啊，不是故事啊，太比较多的情境可以解释哈，就要说明。那第二，接下来呢，我卖了500股之后，50股之后呢，我又再卖了。好，我再卖了这个100股好了。每股呢，我卖的价格是48块。好，不要48块好了，42块好了。我买回来之后，我只要再卖出去。好，第二次再卖的时候，另外一批呢，300股里头，我第一次先卖了50股。然后接下来再卖了这100股，再卖出去的时候呢，我卖的价格是42块，所以我拿到现金4200块。但是呢，我的库藏股要减少的是多少？5000块，100，然后我买进来每股是10块钱，50块嘛，所以我当我在卖出去的时候。我要卖掉的库藏股，要冲掉库藏股的成本是5000块，那现在借方4200，贷方5000块，好，所以呢，你就想我在卖出去的价格是低于我买进来所付的钱，那所以第一，那如果比较简单的讲，是它是不是发生了损失、亏损了嘛？我花了50块去把它买进来，我再把它卖出去，只卖了42块，所以每股少了8块钱，对吧？好。那每股少了8块钱，我的分润要怎么写呢？好，这样写了之后，那我说少了8块钱，公司买卖自己的股票没有损益，这个例子是我亏了，我花了50块买进来，再把它卖出去只卖了42块，但我亏损啊。但是我说了，公司买卖自己的股票没有损益的问题。好，所以这少掉的800块怎么办呢？第一个，你去找有没有来自库藏股交易的。资本公积，哎，有啊，这边有个500块，好，所以我去冲掉我的 share premium， 好，库藏股，可是这里只有500块啊，我说了，在我的权益投入资本跟保留盈余里面，只有保留盈余可以发生借方的金额。其他的科目，这个 share premium 就是资本公积啊，不能产生借方的金额。我明明少了800块，可是我这边只有500块，所以我最多只能充500块。那不够了怎么办呢？还不够300块，我就借保留盈余 retained earning。好，所以同学有点着急说。那我的 share premium 要干嘛用呢？好，不用担心，没有用的话就继续摆在，就像我的股票溢价一样，我就放在什么？我的投入资本 share premium 就是我的股票溢价，就是我的资本公积。好，所以呢，我的 premium 呢，share premium， 不管你是 ordinary 普通股，还是 preferred stock， 还是 treasury stock， 没关系，反正都是资本公积，没有用就摆在那里。好。那这个例子是因为我在发行出去的时候，我发生的在卖出去的价格是低于我买进来的成本，所以第一个先去冲有没有来自库藏股交易的资本公积股票溢价股，如果有先冲它，不够我就冲保留盈余。但是在冲保留盈余的时候，你就不用去管，哎，我的保留盈余贷方金额有多少，因为我说了保留盈余是可以有借方余额的，保留盈余是可以有借方余额的，所以当你不够的时候，你就闭着眼睛写 retained earning 吧。好，不用去管它的金额够不够。好，
就是当我在卖出去的时候，在发行的价格是低于42块，低于50块。好，那再来，我们现在是剩下多少？我现在还剩下150股啊，还是有剩下150股。好，那当然我可以再发行，好，再把它卖出去。好，那如果再卖出去的价格是高于50块，我就跟这里一样，我就产生这个 share premium trader stock。好，所以我在发行，那你不要说啊，我这边已经产生了，我是不是可以去冲前面的啊？没有。好，时间顺序是很重要的。好，我现在不够冲，下次我在发行的时候，价格如果高于50块，我只是另外再产生一个 share premium trader stock 而已。好，我不能说啊，前面不够，所以我去冲了，不会。好，时间经过了，我们做的分录，除非有错，要不然你不会写回头，不会说啊，我这边有不够了300块，我现在发行出去，有比300块还多，那我是把这个 retain earning 把它冲回来，不会。好，我只告诉你不会这样子，时间的经过，你写的分录，除非你有错，没有错你就不会去做回头的事情。那所谓的回头只是说，就意思是说更正啊，好，不会。好，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好吧，既然讲这样讲了，我就直接再假设往下说好了哈。好，第四种情形呢，就是我在卖，好，我又在发行，好，80股，每股呢用65块，好，就这样好了。好，那一样呢，我在卖，我拿到的现金，好，80×65。所以5200，但是呢，我的 trader stock 只有什么4000块而已，因为80×50，4000而已，剩下的是什么？我的 share premium， trader stock 1200块。好，我只是再把往下讲，是告诉你说。第四个已经在第三个后面了，我再发行的价格如果高于我的成本，那我就是再把它重新去认列，我有什么库藏股交易的资本公积。好，就这样而已。好，这是第四种情形。最后要再讲另外一种情形，我刚刚说你买回来的股票就两个结果，一个就是再卖出去，另外一个就是什么，把它注销。那我们来接下来看一下另外一种情形。好，另外一种情形呢，就是剩下我还剩下70股啊，我买回来300股，第一次花那个再卖掉50，然后再卖掉100，然后再卖掉80，所以剩下70股。这70股公司最后的决定要把它什么注销掉。好，那注销的时候呢，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注销，我就是把原来的分录。跟我的 trader stock 对冲，好，如果我把它 retire， 第五个情形，我剩下来的 retire 70股，剩下来的，好，那我的分录要怎么写？好，我的分录要怎么写？既然我剩下的就70股的库藏股要把它什么注销，意思就是从账上把它冲掉。那所以原来我的 trader stock 在贷方借方的，我写到贷方来，好，我的金额是70，每股是用50块买回来的嘛，哈，所以我现在买回来是50块，好，所以是3500。那我要注销的时候，就是把原来的发行价格冲掉。好，那这个例子，因为呢，我发行1000股，就一次就发行出去了，所以我没有分次。现在要讲，如果我要注销的时候，第一个你要先去看说，如果我有分次发行，每次发行价格不一样，那我先要知道说，我现在注销的这70股是属于哪一次发行的？啊，如果我不知道，
到底我注销的七十股是哪一次发行的，我就用平均发行价格当做我的注销的金额。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呢，我当时候每股发行的是48块，因为这边前面那个例子嘛，我发行每股是48块，1000股，然后拿到的现金是48000，所以换言之，我每股的发行价格就是48块，对吧？可以吗？好，所以呢，我原来有 share capital 或 stock capital， 好，假设我都用 share capital 好了，最好是我前面怎么写，我这现在也是 stock capital， 好，你要写的一样，虽然你可以写 share capital， 你也可以写 stock capital， 你原来的分录怎么写，你就跟他写的一样，好。那我所以 stock capital， 因为我前面写的是 stock capital， 好，70股，每股面值是5块钱，就350块。好，70股每股的面值是5块钱嘛？前面好，这个例子这边好 ，exercise 是1-4的例子，我们往下去解释它。衍生出来的，那还有溢价，我当时候是不是有股票溢价 ？Share premium ordinary， 当时候每股是48块买的嘛，所以每表示什么？我每股溢价的43块，我发行48块，5块是面值，所以溢价是43块，43块乘上70股，所以我要冲掉是3010。我贷方有3500，借方只有什么3360。你是想，我买回来的时候用50块买回来，但是我原先卖给人家只卖48块啊，所以我买回来是不是买比较贵，2块钱，多了2块钱。好，如果是这样，第一个，我现在少的这2块钱，一样，第一个先去找你有没有来自。库藏股溢价的资本公积，这个例子有哦，因为我前面第四个，我是不是又产生了一个1200的资来自库藏股交易的资本公积，我就先去冲这个科目，它的金额如果不够，一样借记保留盈余。好，也就股票溢价那个股票注销的时候，如果我买回来的价格是高于我原先发行的价格，那我就是买回来的时候是买的比较贵了，好，那是不是我损失，拿这个例子我是损失2块钱，那损失这2块钱，公司买卖自己股票不会有损益的问题，所以第一个先去找你有没有来自股票溢价库藏股票溢价的资本公积，这个例子有啊，第四个分录我又产生了来自库藏股溢价的资本公积，所以我先去冲这个科目。好，那你可以看一下呢，我的 share premium treasury stock， 我现在缺什么？缺了140块，因为70股每股是少了2块钱嘛，哈，就是我买回来多花了2块钱嘛，所以是140块。好，140块也没有超过这个1200，没有，所以我就这样写就好了。那如果不够呢？如果第三个没有这个分录，没有这个 share premium treasury stock 呢？没有的话，我就借 retained earning， 就跟这里，跟上面的第三个一样，就跟上面的第三个一样，这样看懂吗？所以股票注销，你的注销怎么写？你要注销之前，一定要先把它买回来，才能够注销啊。在别人的口袋里头，你刚才说这个东西没有价值了，可以吗？当然不行啊，所以我一定要把它买回来，我才能够注销。那我把它买回来就花了金额是多少？我的成本是多少？跟我发行那时候的价格，发行价格两个之间来做比较，决定你有没有这个决定你的也不是决定的，就是算出来你到底是产生的是发行价格比较高还是发行价格比较低。那如果说呢，我现在发行价格是55块，我买回来是50块，我注销是不是每股多了溢价5块钱？啊，你一样是写什么 share capital？ 对不起 ，share premium
那个资本公积啊，你要写 Treasury Stock 也没关系，因为你的买回来库藏股的金额比较低嘛。比如我发行的是48块，那我现在买回来的时候我只花了什么43块啊，是不是每股就少了5块钱哦，注销掉，所以我是不是会产生代方的 share premium Treasury Stock？ 就这样，这样听懂吗？好，所以这个股票从发行买回来，再发行注销，都讲完了，它的会计处理。所以这基本上一个概念就是，公司买卖自己的股票不会有损益的问题，所以这是最基本的概念。有没有什么地方看起来3010块怎么来的吗？我的发行价格是不是48块？1000股拿到48000块的现金，是不是等于我一股发行价格是48块？48块里面有5块钱是我的股本，这350块是怎么来的？70乘上面值5块钱来的，70股乘上5块钱，我发行价格48块，所以减掉面值5块钱，所以我溢价的金额是43块。43块，我现在有几股？70股，就这样来的。所以这个金额就是这样来的。延续的前面，好，我一直延续的这个例子，这个例子给我发行价格48块。好，这样看懂吗？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好，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这在课本里面都有，好，都在课本里面的，请你看一下呢，550页，只是我利用课本上我们前面一开始做的例子把它延续下去而已。好，你看一下呢，550页，好，他说呢有关于库藏股的交易。好，库藏股的交易呢，当然是一定是什么，公司已经发行出去，然后呢我又怎么又把它取得的，好，又把它买，又从股东的手上把它买回来 required 再度取得，但是我没有把它什么 retire， 没有把它注销掉，那没有把它注销掉呢，但我的库藏股呢最后就会什么，还会把它再卖出去。好啊，这边呢550页有讲为什么会取得库藏股，为什么会取得库藏股？基本上呢，取得库藏，公司拿到自己的股票有几种情形，一种是被动的。好，根据台湾的公司法有规定，我想国外也是一样的，公司呢如果有重大的决议，对不对，股董事会做了决议，好，比如说我今天要把那个假设好了，好，今天像之前宏基呢他并了西门子，然后呢今天董事会决议说我们决定跟西门子解除我们跟他合并他的手机这个部门的那个业务，假设我要把他这个决那个这个执行这个经营应该怎么经营决策呢，在董事会做了决议之后，因为重大议案一定要到股东会，那股东会之后呢有股东表达反对的意见，好，我不赞成这样做。好，那根据公司法的规定，那只要股东呢有在股东会上面表示反对的意见，那公司有义务把他的股份买回来，所以这是公司呢被动取得。那另外一种情形是，假设股东有欠公司钱，那股东说我没钱，我股份算我还债好了，那公司也是什么被动取得自己的股票。第三种情形当然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股东要把他的股份捐出来，好，这也另外一种情形，就是公司被动取得。好，那公司有主动取得的几种情形，在民国90年
在民国八十八年之前，这个公司不能买卖自己的股票，就法律上面并没有明文规定哈，就法律上并没有同意公司可以买卖自己的股票。那大概之前因为是公司不能买卖自己的股票，所以就形成很多台面下的动作，所以那时候产生很多的所谓的地雷股。好，那因此既然无法遏制这件事情，那公司也有某些情形需要买自己的股票，所以公司法嘛，还是商业会计法，就在民国九十年正式通过哈，公司可以买卖自己的股票。所以公司主动自己买卖自己的股票有几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因为我要让员工对公司有向心力，所以我要让员工能够持公司的股票，但是公司已经没有未发行股数了。那没有未发行股数，表示我以法定核准的股数我都已经发行完了。那我如果要增加我的股数，就只能什么现金增资，我去增资。但是我不想做这件事情，太麻烦了，或等等什么原因，所以比较快速的方式，我就从市场上买回来公司的股票，让员工认股或者是分配给员工。第二种情形，如果公司前面我们讲过，他如果有发行可转换公司债，或者有可转换特别股，这些持有人呢要求转换呢、转换就是转换成普通股，公司没有股份了。好，那另外一种方式，也这种情形我们也可以从股票市场去把它买回来，让可转换公司债、可转换特别股的去执行转换。第三种情形就比较明显，好，不是要明显的，就是等于是说明确的去开放，或者是说同意公司可以买回自己的股票，基于护盘。他当然不会讲护盘这两个字啊，他就说公司如果觉得市场的这个价格有委屈了，或者牺牲了股东的权益，那公司可以自行去把它从市场上买回来。好，那其实大部分的库藏股的原因，绝大部分都是这个原因啊。好，所以前一阵子为什么股市不好的时候，那金管会呢就会请一些公司，大公司呢，尤其叫做什么全职股呢啊，来这个管理阶层来聊聊天啊，请他喝咖啡，希望你能够什么出面去护你自己公司的股护盘。好，那这样子表示什么，公司对自己的公司是有什么有信心呢、所以现在股价这样子的这个低估公司的价值，所以我去把它买回来，未来公司如果这个情况不一样的时候，或者是大家那个投资人会发现自己是误判了，好，那公司股价涨上来，公司会再把它的股票卖掉。好，这种它就是一种实质上是一种护盘的行为。那现在我们就把这个护盘是当作，不是当作合理化的，就是可以执行的。好，所以这边就讲为什么会有库藏股。好，第一个他说呢，因为他再发行给公司的这个 official 就是员工啦 employees， 好，那当作是什么 bonus， 好，当作是他的什么红利啦，或者是员工认股权，好，去补偿他的一个薪资啊。好，这个计划，然后再来呢，是我呢发行了哈，那个好，它另外一个就是什么？第二种情形，课本上面550页的第二种情形就是什么？市场低估了公司的股票的价值，所以他就去做什么？去把它买回来。好，然后呢，在其他的呢，就是因为公司的一个经营上面的需要而去做的了哈。好，然后再来是公司如果觉得我的股本流通在外太多了，公司有太多钱了，我有很多现金，但是呢，我也觉得公司没有目前没有什么投资的想法，那我觉得我要让我的股本不要那么庞大，所以我就去把它什么买回来，然后注销掉，这个就是减资。好，你公司要减资，一种方式是从市场上面把股票买回来以后再去做注销，就减资了。好，就是四种情形去做买回库藏股。好，买回来的时候你的分录，请你看一下551页。
2017年的2月1号，公司呢买取得4000股，好，每股呢用80块去取得它的股票，所以你可以看呢，它是借 debit treasury shares 好32万好，然后 credit cash 代替现金，好，这是买回的。那当然买回来之后，你的库藏股下面看一下呢，我的 illustration 是一只酒，告诉你我的库藏股，当我编表的时候，它放在什么位置呢？它放在我的 retain earning 的底下。好，就我们编表是有一定的格式的，这个格式，所以先是放投入资本，投入资本已经先放股本，再放我的什么 premium， 然后再放保留盈余。那接下来如果你有库藏股，再放库藏股。所以 treasure 那个 illustration 的是一支酒，就把就告诉你，哎，我买回这四千股的库藏股放在什么位置？好，再来呢？我处分我的库藏股，好，第一个552页，我把它再卖掉。他说呢，我买回四千股嘛，哈，然后现在呢，我其中呢1000股先把它卖掉，好，卖掉呢，我卖掉的价格是每一股用多少？用100块卖，所以我拿到现金10万块，但是我当时候每股买进就用80块而已啊，所以每一股我是不是多了20块的卖价？多了20块，2000就多了，多1000我就多了2万，所以你看它是不是有个 share premium dash treasure， 有没有？就跟我白板上写的完全一样。好，然后这个是我在卖掉的时候，我的卖价高于我的成本。接下来看一下呢，我如果卖价低于我的成本，好，一样是4000股哦，但是现在它呢，10月1号卖掉多少股？800股。每股用多少钱卖？70块，所以你可以看呢，他只有拿到多少现金是56000，70×800，所以56000。但是我每股买进的成本是80块，所以我的 treasury 贷方的金额是6400，那中间差了8000。第一个先去找你有没有 share premium 来自 treasury stock 的。好，我前面有一个什么20000块，我现在少了8000，够冲。所以你可以看一下我是不是借。我的 share premium trader star 8000，好，这是10月1号我再卖掉的时候呢，我的价格是低于我买进的成本。好，4000股发行了1000，再发行800，我现在还有2000，2200股。那现在告诉你呢，在我们的553页，好，552页底下，现在在这2200股呢，它现在呢在卖掉，好，卖掉呢，它卖掉的是。2200股呢，它卖掉的金额是每股是多少钱卖？好，看一下，它12月1号还有每股70块再卖掉这个2200股，所以2200股呢乘上70，我拿到的现金是154000，请你看一下分录写在553页，我 debit cash 是54000。但是呢，这2200股原始的成本是80块，是176000，所以你可以看一下我贷方 Treasury Stock 是不是76000，跟154000差了22000。好，第一个先去找有没有来自 Share Premium Treasury Stock， 前面有本来有20000，扣掉一个8000，我还剩12000，但是12000我现在不够，是22000啊，所以我先冲掉12000。剩下来去冲我的 retain earning， 好，这是553页所写的，这样看懂吗？好，这是跟我白板上讲的完全是一样，只是他这里的例子里头没有讲注销，因为他买回来4000，全部都再发行出去。而我这里多讲了一个，他如果剩下来去把它做注销，你的分录怎么写？好，所以我也多讲了一点点。好。这是我们的那个普通股的问题，就是股票发行买回来的相关的问题。那我们先看一下下呢那个 preference shares 啊 preference 就是特别股。好，那特别股跟普通股很像，好，只是普通股呢，我们说了它的权利义务哪些呢？哈，特别股一定是。基本上特别股就有一些的特别的条件啊，比如说股票股利优先优于普通股发放。好，那一般来讲特别股的这个当公司要结束营业的时候呢，那特别股的股本要先还了，还了以后剩下才是什么
普通股东的，所以我们普通股东呢叫做最后剩余财产分配权，好，就是特别股。那特别股一样，你发行的时候有没有面值？没有面值，就跟我的 普通股发行完全一样。所以它的发行，它的会计处理方式跟特别股几乎都一样，只是你的股票的名称不叫做普通股，它叫做 preferred stock, preferred shares, 好，就是特别股。那会叫特别股的原因是因为它的一些权利跟普通股不一样。好，那这叫特别股。所以一开始看一下，在553页呢，这个例子他说呢，他呢公司好，他呢发行了，他有特别股，有啊，他发行了那个10,000股，那面值是10块钱，每股用12块发行，所以10,000股乘上12块，他拿到现金120,000。然后呢，一样有10块钱是他的股本，就是他的面值。好，那剩下来的呢，2块钱就是什么？他的溢价。好，所以他的剩下2块钱就是他的溢价，所以跟分录的写法跟普通股东是完全一样的。好，这是553页最底下写的分录。好，那待会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呢，他的在这里我们先看一下呢，特别股有哪些的条件。基本上特别股呢，大部分特别股都是什么股利优先于普通股发放。那我们上次有大概提了一下哈，特别股虽然呢特别股有固定的股利，而且大部分特别股都有一个固定股利，但是特别股利跟利息不一样。股利公司可以，不能说高兴的时候，公司这个行有余力的时候再分配没有关系，但是利息是不行的。该发放利息的时候，该支付利息的时候，你就一定要支付。好，那股利呢没有发放没有关系，但是没有发放的股利，尤其像普通特别股东哦，因为普通股东是没有发放，你会一直累积在公司里面嘛。那哪一天假设公司结束营业了，还了负债之后，全部都是普通股东的，所以你之前没有发放，最后普通股东还是会享有，但是特别股就不一样了。好，所以这个股利，如果你今年没有发放，以后年度可不可以主张公司要发放呢？就要看你发行的时候，普通股东有特别股有什么样的条件。这边讲一个什么 cumulative 累积。我说了，公司如果没有发放股利，普通股东，特别股东，如果特别股是一个累积的特别股，那特别股东可以要求公司在满足特别股东之前是不能分配给普通股东的，这叫累积的特别股。累积的意思，因为股利你可以不用每一年发放。好，就算你有特别股，有固定股利，公司也可以不发放，这是股利的特性，它跟利息不一样。好，那 股利没有发放的年度，特别股东可不可以要求或主张公司未来发放股利给普通股东之前，要先满足所有特别股东的权益呢？就看你这个特别股的股利有没有累积的条件。如果你是一个累积的特别股，那你就必须把积欠的股利先分配完了之后，才可以分配给普通股东，这个叫做累积特别股。在554页还有一个什么 cumulative dividends, 就是累积特别股。好，累积的股利，累积的股利，还不是讲特别股，累积的股利。但是普通股东没有所谓的累积的股利，公司不发放你也不能主张什么。好，因为我们只有累积特别股，没有所谓的累积普通股，没有。好，只有特别股才有累积跟非累积的问题。